猪猪老公晒女儿可爱吃相，王珠宝挽起袖子吃饺子，满身油渍萌翻了。王云佳在个人社交平台分享了一张女儿王珠宝吃早饭的萌态，晒出的照片里，小宝贝头发稍显凌乱，眼睛看着也有些没神，完全就是没睡醒的状态。王珠宝直接挽起袖子干饭，肉肉的胳膊全程抢镜，配上肉嘟嘟的小脸蛋儿，软软糯糯。在吃早餐的时候，爸爸妈妈并没有给他穿围兜，卫衣上布满了油渍。猪猪和王云佳平时非常喜欢分享女儿的成长萌态，外界都猛夸夫妻俩大大方方晒娃，超接地气。夫妻俩平时也非常喜欢带女儿外出，有时候会跟着妈妈去看展，接受艺术熏陶，有时候则参加公益活动，从小就被培养成充满爱心的小宝贝。每当看到他们一家子齐齐整整出镜的画面，都令人倍感温暖。希望能一直保持高糖模式，温馨幸福。